係。好啊，咁樣啊。咁嗰啲啊。手鬆啲係邊一方面咧？係俾風咧，梗係。咁嘅誒，咁因為好多種類型嘅。係。如果佢做 rap 嘅，即係説唱嘅，可能佢贏㗎，以佢嘅口才。係。誒，呢個幾好喎！我冇諗過可以挑戰呢一個範疇喎。呢個世界都係頭先話針對自己嘅好處。係。相對地參賽。今日我哋遇到蘇老闆，係而家練下先。其實係想參賽嘅，不過冇計啦。今次做 MC 咁就忍痛啊！忍痛讓賽，有兩個講法嘅。本來想參賽嘅，但係嗰日飲得太多，係啊，結果就變咗 MC 啦，咁樣係啦，變咗 MC 啦。係。我見兩位係咪啲平時都會拎下杯啊，又或者燒肉粉作多啊，都咦飲少少有啲靈感，中有啲咁嘅點樣？哦，其實不嬲咧，大部分音樂人咧，其實主要都係唔清醒嘅，因為唔清醒嘅時間咧係做得最好嘅。我哋成日都話咧，音樂係一個潛意識嚟嘅。點樣發放嘅潛意識咧？就係將你現實嘅理性咧，全部用一啲方法去抹去。而咧，酒精都係好味嘅酒精係 OK 幫助到嘅，我覺得。係，放我嚟講咧，我自己本人就因為長期都要保持清醒嘅，因為我多數咧都係要做司儀啊嘛。咁如果萬一我唔清醒嘅話咧，就好大件事。所以咧，我自己飲嘢嘅即係飲酒嘅習慣咧，多數都係完咗之後，即係等你可以 relax， 即係息滯。冇錯啦，放鬆下嘅時候就真係翻屋企同啲朋友，哇三五知己飲兩杯咁樣。飲兩杯到你就可以息得滯㗎。係啊，飲兩杯就即刻瞓覺㗎啦。我係好渣啊酒量，但係所以我就將啲 quota 留曬俾啲好嘅 whisky。當然啦。梗係要將佢變成 quality time 㗎嘛！冇錯冇錯，我真係講真喎，我真係唔飲啤酒喎。啊，係咩係咩？咁整下整下咧，因為嗰啲紅酒白酒都好少飲嘅。嗯。因為咧，即係我不嬲就冇錢㗎嘛。係。佢飲少少就可以夠嗰個酒精，夠嗰個酒精啦，唔係，其實夠嗰個力水啊，去令人 relax 啊。係係係。最難得頭燒老闆同阿正搭下燒老闆咪即係。一手半手啊，嚟緊三手四手嗰啲啦，都在所難免啦。其實有嘅，頭先隱隱約約係即係一見到蘇老闆就諗緊啊點咧，點樣開口咧？但係因為我都知我哋暫時我哋嘅組合虎牙咧係入不敷支嘅，係啦，係未賺到錢，暫時未有咁大 budget， 唔敢動用到蘇老闆住。千祈唔好咁講，大家唔好用動用呢件事嘅，我都係為樂壇服務嘅啫。主要即係今次做呢個歌唱比賽嘅評判好好啦。因為點解咧？即係我成日覺得樂壇最重要，即係當然會有好多嘅音樂啦。但係我哋首先去，就算無論你係咩種類嘅 rock 又好啦 ，rap 又好啦 ，pop 又好啦，快歌又好啦，我哋都要唱好佢啊。咁我希望用我嘅經驗啊，或者對呢一方面嘅 dedication， 去幫助香港嘅音樂，等大家中意唱歌嘅人。再唱好啲，有多啲進步嘅機會。係咁啊！聽到你咁講之後，我一陣間飲多兩杯咧，有少少膽量就會問㗎啦。係咁飲，盡量啦。有成支喺度，唔使驚嘅。我準備好啦。準備好啦。我仲要問阿鄭咧，坐 Jeffrey 嘅車啊，即係坐佢手車，其實係同飲完酒差唔多，即係都有咁嘅比較。首先本身見到 Jeffrey 咧，佢自帶呢個酒精效果嘅，即係本身見到 Jeffrey 個樣都 wing 地㗎啦。我長期都即係半醉。佢應該係卡嚟㗎啦，正要係。係啊，好齋烈齋烈。齋烈嚟嘅，即係 rocks 都唔使。齋烈阿神，仲要係係啦。咁即係所以對於我嚟講，Jeffrey 本身就已經有呢個魔力。咁但係坐完佢架車之後，清醒咗嘅，因為危機意識咁好高。係啦，你有冇試過即係坐車即係唔敢瞌著，因為你覺得個司機不是太安全嘅揸車。會唔會落車唔知自己喺邊咧？即係未至於，但係係啦，未至於嘅。但係即係你每一刻都會好擔心啊！我要望清楚啲周圍啦，因為有可能係我最後一秒望呢個世界嘅所有嘢係有一個咁樣嘅走馬燈。咁我又唔會喎，如果咁樣機會，我淨係望住佢，唔望呢個世界。即係唔理啦。唔理，直接落車。係，都望住。反正有啲咩事，最後一秒希望見到嘅樣係佢。Exactly。係啦，我唔夠清醒啊，當時係太wing啦，係好多人驚。好，多謝咁多位。好，新年俾大家。好，嚟，好生意嚟啦。今次呢個歌唱比賽，我會喺唔同嘅比賽階段都會做表演嘉賓，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我會突然間出嚟唱下歌。其實你自己咧飲酒叻唔叻㗎？飲酒冇得叻唔叻㗎，但係我就中意飲酒嘅。但係飲酒有冇節制嗰啲？
以前冇乜節制，而家都會有啲節制啦，而家都會。哇！飲酒嘅趣事，飲酒嘅衰嘢都大把，所以真係好多嘅。我覺得真係要慢慢去學點樣去品嚐，同埋飲酒唔係學飲酒，飲酒係學節制自己，學點樣喺自己開心嘅時候高興嘅時候維持高興落去。係嘛？邊州有冇咩酒友啊？同你係特別係啱天啊，摸酒仔嘅時候。我飲酒嘅時候，通常好大部分時間都一個人。我中意飲完酒思考多過中意飲完酒傾偈，所以我好少話會特登約啲人出嚟飲下酒啊咁。而家好少。最近係咪好多撞鬼？最近都多翻好多嘢做啊，所以其實都即係好多謝各位嘅客户同埋即係真係。呢啲完完全全係大家一點一滴對於我嘅支持去創造出嚟嘅嘢，咁所以多謝客户之餘，更加多謝每一個俾個 like， 每一個睇過我嘅 post 嘅朋友。除咗香港，內地都有一啲表演。內地未有啊，但係5月4日就澳門演唱會，係啊，內地就未暫時。澳門演唱會5月4日。而家開始組織緊排緊 run down， 咁同埋佢都差唔多開始同 music director 去傾下啲編曲嘅嘢。咁耐冇開演唱會，會緊張要點還好，2月24日開咗場之後，咁都熱咗身。我想問咧，尋日咧呢兩日咧地盤未有嗰個，係你自己又喺地盤即係做嘢啦，你會有啲即係擔心咩嘅？突然期內。地盤是充滿意外的潛伏的，咁所以其實每一日翻工都唔係講玩嘅。係，咁你自己點樣要備？即係尋日有屋企人會唔會擔心啊？唔問下你啊，你地盤會唔會都有嘅事啊？啲意外啊？又冇乜特別嘅，因為其實地盤事故都我諗都喺近年嚟都唔係今次唔係第一次啦。咁所以屋企人其實都會即係一早都佢哋應該都會知道。在不同 的時候都會有不同的危險在地盤裡面發生，所以他們要擔心都擔心了。我又再補充問，你這麼多工作，你地盤的老闆可以容許你不斷請假？我們上班是每一次要夾時間，所以早點夾好時間就 OK。 你也沒有想過說現在多了事做了，花無百日紅，我覺得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下一步是怎樣。在這個行頭這20年我學到的就是這件事，即不是在順的時候就想著自己不用做些什麼，反而在順的時候應該想想自己怎樣做多些令到自己順一點。即小朋友就會想我做的這件事很成功，那件事不用做，怎樣做好每一樣的工作，即係點樣去平穩自己嘅收入，平穩自己家庭。你澳門演唱會會唔會叫地盤啲人拉大隊去撐場？唔會特登叫任何人嚟撐場嘅，我由始至終都唔即係有興趣嘅嚟睇，係啦，有興趣而買唔到飛嘅我可以幫手，但係你話特登揾人嚟撐場就比較少啲。好啊，唔該曬。我想希望大家可以喺個台度開開心心。唱到自己想唱的歌，亦都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闖到去最後的決賽，因為最後的決賽是一個很大的舞台上面去舉行，而這個機會難得過攞冠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入到決賽，去到大的場、大的舞台上面去表演和唱歌。冇好好發揮自己，唔好夾硬揀啲太難的歌。Thank you。 謝謝。好啊。問完個問題之後咧，大家就可以腦入邊諗下，我呢一堂嘅朋友圈入邊有邊個最似呢一個嘅內容咧？咁我哋數一二三之後就可以指嗰個朋友仔啦。咁樣嗱，咁除咗呢啲問題之後咧，亦都有 Melody 嘅問題嘅。嗱 ，Melody 問題就係嗱，呢個簡單啲啦。邊一個最似會一個人打邊爐咧？我自己都會揀自己嘅，因為因為我真係有試過一個人打邊爐嘅。OK。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 Wild Card 啦，咁就係問乜都得嘅問題啦。就譬如你可以將呢個問題
我哋嘅參賽者。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好正經嘅今日。其實咧喺嗰啲底下咧有個透明嘅箱嘅，叫做舊小書迷。咁大家咧又捐少錢就得噶啦。留翻個名啊！係啦，亦都隔離一個係嘅碟嘅。講翻正經嘅，其實經過咁多年歌唱嘅比賽咧，其實大家留意到同以前唔同咗噶。以前咧，只要你扮嗰個歌聲扮得好似啊，啲台風跟曬佢啊，哇！你做到九成咧，你贏嘅機會就好高嘅。但係而家咧，佢經過咗咁多年嘅轉化咧，其實中年嘅唱歌嘅人亦都有好多嘅，你見到好多唔同教唱歌嘅老師啦，你都有教唱歌啦，又有好多人，好多人有自己嘅 band 房啦。咁其實即係講緊咩咧？我哋好追求一個人嘅個人嘅特性啊，無論佢喺台上嘅表現啦，佢嘅聲線啦。其實反而追求呢樣嘢啦，亦都樂壇，我諗更加需要呢啲有 character 嘅新嘅聲音。其實唔怕佢新嘅，因為其實我而家四月開始初賽，十二月先總決賽。其實你係可甚至睇到佢喺度進步啊，佢 over 半年嘅時間俾你去增進你嘅技術啊，台上嘅表現啊嘅淡定啊。其實我覺得往往呢個表現往將來去進步咧，係而家呢個世代嘅比賽最有趣嘅地方嚟。阿Tim咧點樣諗法？我覺得簡單啲就冇諗，因為過往我睇好多人好計算喺唱歌比賽嘅策略嗰啲，我揀啲乜嘢嘅比賽歌。首先要翻個基本就係要知道唱歌本身同跑步一樣。你冇一個機制話俾你聽，你先到就為止贏嘅。我哋都係用一啲主觀去審判，所以翻去個標準就係要好聽，唔好諗住揀啲難度高嘅歌，即係高音唔一定係難唱嘅低音。你講嘅意思係，其實我諗即係我成日曲詞偏監咁啊，即係揀一隻原來自己啱嘅歌，而唱到嘅歌好好聽，係重要過揀一隻好難嘅歌，原來你一半啦、咁樣好似道遠發揮唔到自己，係啦，道遠唔到之間有啲吃力咯。會唔會特別嚴厲咧？真係。如果佢揀一啲，譬如孫老闆監製過我嘅作品，譬如佢唱《喜王》嘅，咁好難唔會攞個原唱去做，即係好難唔會諗做標準，所以都有得避下嘅。但係如果嗰隻歌你發揮得好嘅，亦都唔需要避。或者另一個方格咯，唔需要。我哋會唔會 live band 嘅到時呢個比賽？我哋會唔會有咧呢一個？我哋到時可以將呢個。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有時話，譬如你睇一隻我做過監製嘅歌嘅，咁有時如果你跟翻原本嗰個 MMO 或者嗰個音樂去唱嘅，有啲蝕底嘅。有時你如果我唔知大會到時點啦，如果佢有機會用到其他嘅版本啊，其他嘅嘢，佢又係嗰樣嘢啦。點樣唔需要突顯自己嘅特色啊？唔需要去同原創嗰個原作原唱嗰個去跨啊嘛，係咁係更加聰明同埋更加去。更加明白呢個了解自己嘅聲線同埋自己嘅長處咯。可以有另外一個版本啦。我諗朱老闆都話啫，就係如果係有 live band 嘅話，又可以有第二個演繹嘅。咁但係更加多嘅總決賽嘅內容咧，我哋將會係乜嘢公布啦？咁留翻少少神秘感，逐漸再同大家分享下。嗱呢一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同一時間再次邀請翻我哋 Marketing Director Lewis 嚟到我哋台上面，我哋一齊咧大合唱啦，好唔好啊？由呢邊開始放氣好唔好啊？係啦，左手邊開始。係。好，中間啊。邊啊？得唔得？好。OK，Cheers！ Thank you！ 預祝我哋星路人情獻嘅張師傅歌唱比賽。原來 Lewis
咦，佢哋已經開始唱歌，唱歌係啦，好。好嘅，各位見。好，不如我哋就邀請埋蘇老闆一齊影張合照，跟住我都有禮物㗎，聽講。好好好啊，係。好，因為我哋頭先係蘇老闆嗰張合照咧係。好，我哋呢邊。我哋望埋我哋記者朋友。中間位置。再望埋右手邊。各位記者朋友 ，thank you。好，咁接住亦都有請 Louis 可以頒埋呢個紀念品俾我嘅。好啊，我哋嚟呢邊，我哋呢邊係啦。係啊，要個就聲啊。阿碟未影啊，補翻張。唔該曬，好，我哋而家再。第一點？好，好，唔該。